甘蔗因为打伤老五桂而正式被起诉。俊强和文玉无意间得知老五桂的伤竟然是文玉质问俊强为何私自动用他们联名户口的钱，俊强的隐瞒是否会破坏他们夫妻间的信任呢？侯赛雷怀疑 Lucy 可能是自己旧时暗恋的林青霞。亲家冤家做头家，星期五上午11:3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携手合作带给您。